有请。Hello Adam， 我有啲问题想问问你先。其实你嘅 dream 就系平面设计啦，咁当初你系喺边度修读你呢个 design 嘅课程咧？都係浸過鹹水翻嚟，係咁啊！咁或者你介紹一下，你曾經同邊一啲嘅知名品牌合作過？啲 well known 嘅 brand， 大約係好多咯，兩三個最勁嗰啲咯。Sushi Go 同埋出國經驗，果然係好知名嘅品牌。咁點解你會加入 BNI 咧？因為我想擴闊客源啦，呢個一定噶啦，同埋揾到可靠嘅品牌啊。明白。咁啊，或者你嘅自己嘅座右銘，或者你嘅成功之道又係咩咧？Never settle for less。好，咁跟住落嚟咧，Adams 咧就有個八分鐘嘅 presentation 啦。咁大家可以從 presentation 了解一下 Adams 咧咩為止 never settle for less。有請 Adams。先我介紹下自己嘅工作經驗先啦。咁我叫 Adams 啦，咁我係 House of First Talk 嘅創辦人同埋 director 啦。咁我過去工作經驗咧，其實我從事咗設計行業已經13年嘅啦，不必。咁我曾經喺 Beijing Group 嗰度任職 Art Director 啦，喺九倉電信度任職關於 Designer 同埋 Marketing Officer， 咁喺 Google Digital Media 嗰度任職 Creative Director， 同埋我任職過兩個雜誌嘅Art Director 同埋編輯嘅。咁因為我咁樣嘅工作經驗咧，令我 online offline 嘅美術同埋 marketing 咧都會有經驗。唔該俾你。咁我今日講嘅內容咧，大概係我想講點樣。平面設計點樣幫我會有去增值佢自己品牌嘅價值？咁上年5月咧，我就同 Jenny 啦、HR Pro 啦，同埋夢想基金會同埋黃埋基金會籌組咗一個活動嘅。咁呢次活動咧就係前足球先生羅納度都有嚟到嘅。咁活動嘅內容咧係大概係去香港有個叫香港精神嘅program 叫 kick off， 咁佢就係講足立訓練營嘅。咁我呢個活動嗰度，我就係呢次活動嘅設計總監。咁我為呢次活動做咗啲咩咧？唔該俾你。咁係啦，好有朋友，因為有 Jenny 啦，我可以同皇馬合作啦。咁第一就要講個 key visual 啦，因為我一開始接到呢樣嘢嘅時候咧，我見到好多皇馬嘅宣傳單張咧 ，key visual 咧都唔係香港嘅小朋友嚟嘅。咁我第一時間就要為香港整翻張 key visual 先。咁另外咧，香港精神呢四個字咧，大家一睇香港精神就諗起獅子山精神啦。咁獅子山精神係代表咗香港人不屈不撓同埋堅毅嘅精神啦。咁我覺得全世界最不屈不撓嘅字體咧，就係中國嘅某個字啦。咁繼續延伸落去咧，其實是次活動之後咧，香港精神已經自己成為咗一個慈善機構，去繼續推廣香港嘅運動事業噶啦。唔該俾你。咁第二樣我講，大家要唔記得咧，維維產品啊，維康咯，係嘛？嗱，呢兩個就唔係我嘅作品嚟嘅。咁阿 Fan 就揾我幫手啦。點解揾我幫手咧？因為佢要踏足歐美市場，咁嗰邊就要求佢要重新提升翻品牌形象。咁阿 Fan 我俾面啦，因為之前係從來未發布過嗰個新產品嘅樣嘅。咁今日咧就會俾大家睇到噶啦，唔該俾你。係啦，就係呢個啦。咁係啦，我揀呢個模型嘅原因咧，係因為阿 Fan， 大家知唔知阿 Fan 公司除咗做維康樂之後，佢背後係咩嘅？生物科技。生物科係啦，係生物科技公司嚟嘅。咁模型係代表咗生物科技啦，同埋係靈芝蟲肉嘅攝取物嘅。咁佢金色咧就係因為佢呢個係佢當家品牌嘅產品嚟嘅。咁天地合就係因為啲尊貴啦，咁就突顯到佢尊貴啦。咁可能阿 Fan 就太滿意啦。咁之後咧，嗰邊啲。就喺度繼續幫佢其他公司做咗一個 full 嘅 BI， 咁呢個係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咁其他陸陸續續嘅牌子咧，佢都會踏足歐洲噶啦。咁唔該俾你。咁好啦，我講我公司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客户啦，就係 Shiseido 啦。咁喺我公司開咗4-5年度啦，咁我同 Shiseido 合作其實已經3-4年噶啦。咁一開始就係由 Gilly 介紹嘅，就唔係 Through 呢度介紹嘅。咁我一直係 pick up 咗好多 Shiseido 嘅 internal。例如係 e-news letter 啦，咁第一次合作嘅就係annual dinner 啦。咁我嚟呢度嘅目的，我頭先講啦，其實我想擴闊下，之後我想揾可靠 supplier。我之前一直都揾唔到一個好可靠嘅 production house 去展現我嘅 design， 即係譬如我 design 係100嘅，佢淨係展現到60-50，其實我都冇信心去 pitch 更加大嘅客。咁我嚟到呢度之後，我識到 William 系統軟件開發，咁頭先見大家見到 login system。
我認識過阿軒production 嘅，咁我認識到 Gilly event management 嘅，咁我之後就衍生咗呢樣嘢出嚟啦。嗰邊係啦，因為頭先見到大家都唔靚係嘛，頭先嗰啲嘢都唔靚，係啊。咁因為阿軒喺國內有好多做大型 event 嘅經驗喎，咁佢俾咗好多 input 我。譬如一個 art door， 即係一個入場嘅 art door 可以點樣咧？跟住佢就 propose 咗一個有 projection 嘅 fog tunnel 俾我。咁繼而咧，之前我係一個 2D 或者平面嘅 backdrop， 跟住 upgrade 咗一個LED wall 俾我。咁 LED wall 嘅好處就係我識做 motion graphic 嘅，咁就可以更加轉到 film， 更加符合到嗰個客人想講嘅嘢，可以具體啲話翻俾佢嘅受眾知道。咁嗰邊。係啦，咁就係頭先講啦 ，LED wall 其實嗰個香港嗰個街燈咧，之後唔知五月定六月咧，係香港金像獎都用咗，我哋仲做過香港金像獎用嘅。咁好，我有條片同大家分享。